看速度就能看出来，因为你要是看他们那什么速度，你也有点夸张。我真的，因为这个大半球，我觉得速度占的重要性绝对比一半是要多。你 YouTube 找用户名 Mr. 丁瑞 MR 丁瑞 MR 丁瑞，我都给你念出来，还问我有没有点。 Come on 功课拉面。几比几了？功课得九了，反正。一，我操，一就结账了。Yes 下了个油。走呗，去。好，准备了，加油！第二局，然后还想背稿啊？上去得了。我吃东西了这回啊。我也吃了。你吃啥了？我吃了一个小时。你吃俩呀？啊。让你多得点。